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告诉大家如何在 DeFiU 网站上用 Ultima 硬币购买 Unity Split 许可证。首先，进入 DeFiU 网站，点击右上角的 Sign In 按钮，并登录。在打开的仪表盘中，在推荐链接下方的右上角选择 Unity Split 部分，将页面向下滑动，直到在 Unity Split License 部分中可以看到可供购买的许可证列表。请注意，如果是在促销活动期间，标签页上的第一个许可证就是参加此次促销活动的许可证。购买促销许可证的流程与本视频介绍的流程大致相同。选择一个合适你的许可证，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。在新打开的窗口中，您需要选择付款方式，请选择 Ultima， 选中付选框以同意条款，然后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。在打开的窗口中将显示需要支付的 Ultima 金额以及需要转账的地址，该地址还以二维码的形式展示，以便用户使用手机软件进行支付。请将所需金额发送到指定钱包进行付款。请注意，发送的金额要与屏幕上显示的金额一致。付款完成后，请等待付款成功的通知。接下来要激活许可证，请转到菜单中的 My License 部分，找到已购买的许可证，并点击 Activate 按钮。如果要查看激活的历史记录，请点击 Activation History 选项卡。成功了，你已成功购买并激活了许可证。现在你可以用许可证里面的可用限额来缔结 Split 合约了。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，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，我们将为您提供您需要的帮助。